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车讯特派试车手型男邢宇龙。我们今天要试驾就是这一台2018年小改款的 Lexus CT200H 的 F Sport 版。回顾过去CT200H 其实从国内2011年总代理引进上市以来它已经在国内累计销售也破万台了。那其实一直是这个25到35岁这些年轻人，甚至都会上班族在这个想要向往豪华品牌，尤其是这个 Hybrid 车型一个很重要的车款。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改款了哪些部分。好，那 CT200H 其实在改款之前它有分成这个标准款跟这个 F Sport 版，大概改款前我记得有7种编程车型。那现在改款后它比较简化，它只保留一个我们今天的 F Sport 版以及一个标准款的一个叫做豪华版。至于它这个改款后的车价部分，因为我们今天的试车时间它还没有正式的发表上市，所以我们等到它正式发表上市，请大家观众再参阅我们荧光幕上的这个价格表格的实际的数字。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头的部分它的这个纺锤型的水箱护罩其实是有点延续它之前二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在这个水箱护罩它改了一种这种钛银以及熏黑的一个编织的网状的一个水箱护罩。有没有觉得它就是很有跑格，有这种性能车？我们举个例子，像是这个尼桑的GTR 或是欧迪的 R8 他们的车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元素那另外在灯具的部分， F Sport 版它的远近灯以及日行灯以及下方的雾灯都是 LED 的这样的一个材质设计。那另外在雾灯的部分它也特别加大，有点像它这个自家这个 LFA 的赛车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的设计。另外在边框也做了熏黑的一个加大边框，让整个车头看起来更宽更低更有跑格。好，车色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新改款的 F Sport 它又多了两个很抢眼的车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叫做极艳蓝，以及它有一个黑色车顶一个凸痛的一个配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橘色的一个很特别的车色此外我们看到这个熏黑的后视镜也是属于 F Sport 版的一个特有的一个配备那我们在门边也可以看到 Hybrid 的一个字样厂徽另外在 A 柱下方一样，它是 F Sport 的一个表征那它的胎圈配置也是用一个熏黑的铝合金轮圈它比一般版的16寸加大一寸，它现在用的是215/45/17的一个尺寸。车尾部分由上到下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鲨鱼鳍的天线，以及后挡上面的这个尾翼以及靠近尾部的这个，它原厂有强调它改款后让它的这个 3D 以及这个层次的线条感更立体化的一个这个小鸭尾那另外在灯具的部分它也改成了一个全 LED 的一个设计。好，我们在保杆的下半部的两侧，我们看到它这个反光板的外框它也做了一个加大的这个熏黑的网状的外框，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对的，它是沿用自这个 LFA 的散热的后保杆的一个造型概念的设计另外再看到后保杆的下方的中央，它一样跟车头有一个呼应就是用这样一个熏黑的极简的一个饰条装饰。那另外这台车是 Hybrid 版的，当然它的排气管也是藏起来不会让你看见。好，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行李箱的一个空间表现首先它是一个电磁阀的开启尾门它的行李箱空间在这个后座不倾倒的情况下，目前是375公升的一个容量那如果你需要更大的载物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后座6次倾倒以后，就可以获得一个985公升的一个容量。那另外在后行李箱的帐板，它其实是一个蛮平的一个开启方式那你把它拉起来，就会看到还是有一些收纳的格状的空间以及它的下面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个备胎，以及再往里面看，你也可以看到这台车的一个重要的零件，就是它的一个电池的一个装置。好，那里我们看到电池的右边也看到一个橘色的一个开关上面有一个闪电符号，那它其实就是当车辆如果发生严重事故的时候，急救人员要来救人的时候，都要先透过这个断电开关，让电池先把电源切断，再做抢救的动作。好，我们接下来看内装的部分那当然这是一台 Hybrid 的车型，所以你在我们习惯性按着这个引擎启动钮的时候，你并不会马上听到引擎轰隆的一声启动但是它仪表板会显示一个 Ready 的状态，其实就是已经代表是一个随时可以上路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看到 CT200H F Sport 版它小改款在内装的部分严格来说没有像外观琢磨这么多。那几个重点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的仪表板的 T 字的部分它用了一些真皮、一些软质塑胶一些雾银的饰板，然后有这新增的一个叫做有点菱格纹的铝质饰板的一个装饰。
式，包含这个门边的饰板的整体的格局会看起来还是比较属于一种年轻的一个气息。我再来看到座椅的部分，以原厂提供的资料它显示，其实以新改款的这个时候，从外观到内装哦，有很多的选择，不同的皮质以及颜色，一共有200多种的一个组合搭配。那以今天我们坐到这台车，它是用一个类麂皮的这样一个反皮的跟真皮的一个交错的一个皮质设计的座椅，那它在一样在大腿的两侧以及从肩部到腰靠都有一个隆起的一个包覆，所以整个的包覆性还算是相当的不错。好，再来看到它的方向盘的部分，也算是一个 F Sport 版，它在这个6点钟的方向有一个 logo 的一个标章啊，那整个是一个三辐式，我觉得它的出镜跟这个握感都还相当不错，它也是一个四向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设计。好，那在方向盘的功能键方面，我们先看左侧，它有音响相关的一些音量控制，以及音响的来源选择选单，以及电话接听以及语音的一个接收系统。右半部可以看到，在仪表板内有一个4.2寸行车资讯萤幕的选择钮。好，那方向盘右边的下面，我们看有这个车道偏移的控制功能以及这个 ACC 这种主动跟车的一个定速定距的一个距离设定键。好，那在方向盘的后方的右下侧，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定速巡航的一个操控界面。好，在方向盘的左侧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头灯的清洗功能键再来是一个远近灯的切换。那你要先帮这个大灯切换到远灯的时候，再按下去，它就可以有一个主动的远近灯的感应切换。再往右侧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倒车的警示功能的 off。最右边的这个功能键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hybrid 车在怠速的行驶的时候，因为它是纯电，太安静了这有一个噪音会主动发出模拟提醒前面的路人啊、行人或是骑士。那如果把这个 off 键按掉，它就不会再发出这样的一个声响。好，那在仪表板的部分靠左侧它一样有这样一个目前车辆能源的一个使用状态显示。好，当然如果你把这个驾驶模式你从这个 normal 调整到 sport 键，你就会发现一样，它就是把这个原本的蓝灯切换成红灯，比较有一个运动的准备的一个气息。那同时它是用传统的转速表的显示来取代，以及正中央是一个大型的时速显示表，右边有一个4.2寸的行车资讯萤幕，里面你可以看到有相关的功能，包含有油量的计测，以及广播的音源，以及车道偏移，以及像这个预警追撞相关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设定功能。好，那在这个仪表台的最上方看到这个多功能的一个显示萤幕，它一共有像是这个音响的一些音源来源控制以及车辆的设定，以及行车资讯，以及电话接听，以及空调系统的一些相关功能，都可以透过这个旋钮来做一些调整控制。好，再往下看，在冷气出风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实体按键的一个双区的恒温空调的设定界面。好，在下面有看到有一个单片吸入式 CD 的音响主机，左边有一个蛮有造型的一个排档杆的一个相关设计以及下面它的一个 P 档是用一个按键启动的方式。好，那靠中央部分有一个这个 Drive Mode 驾驶模式，你可以选择 Eco、Normal 或者是 Sport 模式。那旁边有一个 EV Mode， 就是一个全电的一个行驶模式。那 TRC Off 就是一个循迹防滑的一个关闭功能。最右边就有前座两张座椅的一个加热的调整功能。好，再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置物空间以及这个12伏的点烟孔，以及 AUX 印以及 USB 的插口两个置杯架以及中央扶手里面也有一些置物空间功能。好，我们坐到后座来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那刚刚前面是我180公分的一个坐姿，那现在坐到后座，它的膝部空间大概还有至少一个拳头以上的一个距离，还算不错的一个空间表现。好，那头部空间的表现，以我现在的坐姿，大概头上还有一个手掌的一个空间状态。好，那它的这个椅子的相关的界面材质跟前座一样，它是一个真皮跟这个反皮的一个交错的一个设计。后座的头枕部分，它有三个独立的头枕，以及左右两侧都有 ISOFIX 的功能。它的后座中央并没有出风口的这个设计哦。那因为它的底板很平整，所以乘客的移动或是进出还蛮方便哦。不过以我的身高来说，坐中间当然会比较辛苦了，所以适合短程或者是娇小一点的乘客，让他坐中央这样的一个后座空间设计，我觉得以掀背车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一个空间。好，我们来实际试驾一下 CT200H F Sport 版的动态表现。那它的动力系统其实并没有做改款的调整变更，它还是搭载一个 1.8 升直列式钢 Atkinson， 就是阿特金森式的这个循环式的一个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输出99匹，在5200转的时候，最大扭力是 14.5 公斤米。哦，它是在2800到4400转的时候，这个转速率输出。大家知道它的 Hybrid 系统，它再加上重效，就是这个电池以及马达的这个电力的部分哦。哦，它的重效马力输出可以达到136匹，那它的传输也是透过一个 CVT 的无段变速的变速箱。哦，那整台车开起来的感觉，因为这台车的车重哦，大概是1400多公斤，严格来说它不算太轻，也不算太重，所以它整台车以我们现在目前开在的山路来讲哦，我们把它设定在一个一般的一个 normal 模式哦。以上坡来讲，如果你这样很慢的徐行，它有可能会回到一个纯电的状态，但是你稍微补一点油，它进入的行动力状态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它的动力的切换非常的线性平顺，几乎感觉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丰田的这样的一个 hybrid 系统已经做到非常成熟，让你开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种油电车的突兀感，反而是非常平顺。能源局的这个数据哦，我们在试车的当下还没有取得，不过如果以前一代它的一个市区跟高速的平均油耗，每公升可以跑到23点多公里哦。那很特别是大家知道，其实 hybrid 车它会比较适合市区哦，不要开太快的一个市区的行车哦，走走停停哦，对它的油耗表现其实是比较有利的。这也难怪有一些路上我们近年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台北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像这个计程车的 Win 奖也开始用这种哦丰田其他车系的。这样的，譬如 Prius 啦，来做一个这个计程车的一个工具选择。哦，虽然这样的一个 Hybrid 车，我们其实会着重在它的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动力表现。那我们还是开到山路来感受一下它的底盘，因为我记得这个 C200H 当初 Lexus 在做这台车的时候，哦，它算是它的旗下第一部的先辈车，而且它一出来以后，大家就蛮惊艳，因为以往大家的经验，开到 Lexus 的时候，它是比较成熟稳重。哦，它的课程年龄层比较高，所以它的底盘 tune 出来的这个调性会比较偏舒适取向。不过以 CT200 来说，它就有点让大家改观了。其实它的底盘，以我现在开了一段车了，我觉得它的底盘哦还非常不错。一方面，它的底盘的刚性哦，从前代就有特别强调它的一些车身的焊点啦，它在钢材上也考量到一些安全性哦。好像是车顶它就有五根的这个防撞钢梁，在 B 柱的部分原厂也特别强调它有三层的这个高刚性的钢板，那全车有非常高的比例也是用了比这个像这个核子潜艇的钣金还要厚，就 1470MPA 这样的一个厚度的一个高刚性的钢材来确保整台车的一个安全性。那讲到这台车的操控，它的悬吊的设计其实是用前麦花臣后双 A 背的一个悬吊设计哦，我们常常聊到一个所谓要减轻这个簧下荷重，我们常常在改装的时候会聊到，其实这台车原厂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这一点。但我们知道簧下荷重有几个重要的关键零件，好像是胎圈、刹车系统哦，以及这个铝合金的仰角。这台车它用的就是一个铝合金的轻量化的仰角，那仰角其实它是介于轮圈、轮胎跟方向盘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控时候的一个连接的一个界面，所以这个仰角能够轻哦，第一它就让它的转向会更灵敏、更直接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减轻了簧下荷重，它减轻了1公斤，其实相对于就是车重减轻了15公斤哦，它会让整台车开起来的转向路感会更好，同时另一方面它减轻了重量，它的油耗也会有一些帮助。原厂为了要让这台车有一个更好的过弯的一个动态表现哦，在弯道中的侧倾能够抑制的更好，也透过了大家熟悉的这个防倾杆的尺码，它配备的是前24后20mm 这个尺寸，我觉得还算蛮丑用的一种这种防倾杆的尺码。那给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如果以这个 Toyota 的86，它的原厂的防倾杆是前18后14mm 这样一个尺码，所以换句话说 CT200H 它的前24后20，从这样的防倾杆的这样的一个尺码就可以看出来，其实 Lexus 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它就希望赋予它的一个底盘的一个操控的性能的一个定位。它配的是2154517一个 Yokohama， 算是比较环保静音取向的一个轮胎哦。不过它整体在山路表现也还好，它不会乱滴滴叫，抓地力还在一定的水准控制范围之内。
哦 ，CT200的方向盘我还蛮喜欢它这个转向的感觉，虽然它是一个 hybrid 车，不过它的定位啊，毕竟是这25到35岁一个年轻族群，其中又希望以大中的这个60%以上的比例是男性为主，所以对于车辆的操控Lexus 是没有忘记所以它做了一个方向盘的这个力道的辅助，我觉得相对一般女生来开会觉得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以男生来开，我觉得是一个真的很适中的一个转向感觉。我们实际来把这个驾驶模式转到 Sport 感受一下其实 Hybrid 也是可以热血的看它整个仪表板先变成红灯，左边转视表也出来了它 Sport Mode 其实就会让你的油门灵敏度更灵敏一点可能你在 Eco 模式的时候你要踩比较深，它才会介入引擎的动力介入，那你现在切到 Sport Mode， 其实你油门只要稍微补一点，它马上就会启动引擎，让你获得一个更充沛的动力。它这个中下马力130多匹，搭配这样的一个底盘，在山路上让 CT200H 开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这样山道操控实力的一个油电复合车你也可以从车内的荧幕上画面随时监控到现在一个车辆能源的一个监视状态不论是你使用的是引擎的动力，或者是当你在像我们现在在下坡你收油的时候，它也会把引擎不必要的动力透过发电机回充电力到这个电池如果你再稍微补一下油门它的这个能源监控器上面的线就会从原本的蓝线变成黄线，表示它同时有介入引擎的动力以及这个后面由这个电池传的电力到这个电动马达的部分来驱动车辆。讲到安全性，其实在车它的配备除了一些主被动安全之外，像这新的2018的改款，我们在车上也看到了一些像是主动的这个 ACC 定速定距的跟车系统，以及车道偏移啦相关的系统，它也有像是这个主动的预警刹车那丰田的概念是说要让车内的乘客这伤害降到最低，并不是说有了这个系统车子就永远不会发生碰撞，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它只是说它车辆会主动侦测，如果你驾驶真的有一些疏忽的时候，它会主动来介入帮你做一些刹车动作。这套系统作动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尽量去降低车内乘客受伤的一个程度。那在这个新款的 CT200H 的车上，原厂也有强调它经过了94道的工法的隔音工程当然有些隔音工程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在车的内部那其实以肉眼看得到的部分，像是在这个门缝，它就跟一些双 B 的车系同级车比较，它在这个门的有2层的这个隔音胶条，分别在门上以及在我们这个关门以后的 B 柱 C 柱的这个车体的板件上此外在2个门的中间，门关起来的门缝中间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隔音胶条的设计这样层层把关所以让这台 CT200H 我觉得开起来真的是好安静，而且尤其是市区你如果在一个全电模式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什么外部的声音另外这台车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我很喜欢，就是它的回转半径只有 5.2 公尺以让它在都会行车在一些巷弄或者是在路口回转的时候其实都很有帮助。试驾完了这台 CT200H 的 F Sport 版其实就像我刚才动态试驾有聊到的，我觉得它的动力让我蛮惊艳的，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油电动力，其实我觉得不论在市区代步或者是到了今天的山道试驾还蛮够用的尤其是它的底盘原厂做了一些细部机件的调整之后，让它这一代的小改款后的这个动态表现又更棒，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找一台都会用车又想要入门这个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 CT200H 的 F Sport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我们今天的试驾就到此，拜拜。